娱乐嘅中国新闻报道，喂，今日要讲嘅就系伊人演唱会。嗱，咁啊，伊人演唱会咧就由今日开始啦，系嘛，19号开始啦，咁样就到开几场嘅。咁咧就，咦，当中咧近排咧啲黄牛党咧又有搞作咯，就系搞错啲咩咧？就话，咦，姜涛系咪会出席呢个艺人演唱会啊？咁啊喺呢个网上面咧就呢个提到言之凿凿啦，咁样样，咁啊好搞笑。咁啊早前咧咪报道过嘅，艺人演唱会咧一时又话炒窿，依家又话破飞，咁啊究竟发生咩事咧？咁样样，今一阵同大家讲。开始段片之前，请大家赞好呢段片，同埋留个言咧，一个心心，一个笑容，一点都得啦，同埋货金支持。咁啊嗱。其实呢个伊人演唱会咧，咁咧依家咧就 total 咧就开7场啦，咁样样，咁就由今日开始嘅，咁啊一连7场咧就系阿伊人嘅个人演唱会啦。咁啊早前咧我亦都话啦，啲网上边嘅留言咧就话咧喺伊人嘅演唱会炒窿喎，有好多咧低于原价，但系已经俾高人仔踢爆咗啦，系嘛？高人仔呢啲踢爆呢啲咁嘅网上面诈骗案，就话你一系唔入，一入去咧，佢就会索价你更加高嘅价钱。咁咧跟住咧之后咧，就结果咧就因为我嘅踢爆咗之后咧，咁黄牛咧就绝迹咗啦。咁啊，跟住调翻转头啦，跟住佢哋就用另一个方法，就话呢个姜涛咧就会出席喺呢个伊人嘅演唱会。咁啊，跟住咧就咧，依家咧就开始，哇，网上边咧开始风风火火啊，系咪讲到啊，姜涛咧就会啊，边一日就去呢、这个伊人嘅演唱会咧，咁啊开始咧啲姜涛咧就要扑飞，系嘛？咁啊，而且讲紧咧伊人嘅演唱会咧，一早已经卖晒啦嘛。咁啊，之前咧就即系我谂黄牛咧就有好多手段咧就要散飞嘅。咁所以咧，一时又话炒窿，一时又话冇人买，跟住依家咧又话咧炒到咧差唔多叫做6000蚊一张飞，咁啊跟住就放飞啦咁样样，咁啊跟住咧就又要揾阿姜涛咧就话啦，姜涛咧就因为同阿伊人依家关系最好啊嘛，咁所以就揾阿姜涛咁样样，咁就系呢个声势咧，咁就话咧，诶边一日咧就会出现啦，咁啊所以咧就希就咧就引咗啲咁嘅姜涛咧就去呢个伊人嘅演唱会啦咁样样，咁啊犀利啦，咁啊依家咧就炒到6000蚊一张飞，咁啊更加咧保守估计咧呢、这个 Mark View 啊7场嘅伊人演唱会咧总共就赚4000几万咁样样，咁啊伊人咧依家作为啊即系根据各方面嘅分析嘅数据，伊人依家作为呢个 Mirror 里面第二把交椅咧，佢依家咧就一年咧就开7场演唱会，咁咧就系、是、话说咧就系、是、Mirror 成员之中咧开过唱最多纪录嘅一个咁样样，咁啊近排咧就有好多啲即系叫做呢个叫做扑飞啊。系嘛扑飞潮啊！咁咧就系讲紧咧呢个伊人啊，其实咧个演唱会咧就都好多人扑飞嘅，亦都咧有黄牛党咧就开始从中作梗啦咁样样。咁啊就讲真，即系你话我啲咩被指炒窿飞啊、黄牛飞滞销啊，根本就系冇啲咁嘅事。咁啊高登仔之前踢爆啦，咁啊跟住咧黄牛党就绝迹啦。咁啊好彩我嘅观众听众啊，虽然你哋系姜糖啊，但系咧你哋都应该要知道依家吓边啲系真系真资讯，边啲系假资讯，咁样就做一个聪明嘅人啦。好啦，咁啊。结果咧，现实中咧就系讲紧咧，原来啊，依家咧就因为咧就呢个黄牛党咧就因为依家咧就要散飞啊，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呢个伊人嘅歌迷 Harris 同埋呢个黄牛党咧就为咗扑飞而采取呢个双边投注嘅策略，除咗喺呢个网购扫飞之外咧。亦都有喺歌迷会咧就订购落单，咁啊确保入场就万无一失。
咁啊，上星期咧就阿伊人嘅 FC 咧就開始咧就發放內部飛，咁於是咧 Harris 咧就專屬福利啊，坐位較近呢、這個鯨魚型嘅主舞台，咁啊以至咧就大量嘅飛咧就非常之搶手，而且佢哋有個新搞作喎，咁咧就話咧姜濤咧就會出席阿伊人嘅演唱會，咁啊但係七場之中咧咁就有好多江湖傳聞喎，咁啊依家同大家講啦，咁咧我話俾你知啲江湖傳聞好誇張，就咧講啊，基本上咧七場演唱會咧場場都有機會出，講到姜濤，咁啊即係依家要姜濤做咩？就係七日都要買曬咯，姜濤七日都要買曬飛啦，以防佢出邊一日啦，咁啊就依家咧直情啊喺網上面啊言之作咗咧講啊姜濤咧。第一至到第七場咧都有機會出，咁咧但係咧就唔知邊場，咁所以咧依家咧就係喺網上面咧就吹噓緊啦，就話咦咁啊就要姜糖就即係以防係咪，即係走失姜糖任何一個場嘅表演，咁啊想姜糖買曬七場啦咁樣，咁啊嗱，至於啲 Harris 嗱，基本上咧就。要買飛嘅已經買曬飛㗎啦，要準備入場嘅都已經準備入場，所以呢就冇乜太大影響。咁而且講緊呢究竟姜糖係咪真係會因為傳聞之中姜糖會出席 Harris 嘅唔係會出席呢個 E 人嘅演唱會嘅表演呢而去買飛呢，咁我相信呢就大家呢都要有一個明亮嘅眼睛㗎啦。第一樣嘢依家到高登仔做片為止呢根本就冇一个确实真正出，即系呢个官方说明咧，就讲姜涛咧系会出席伊人嘅演唱会嘅。老实讲，到依家都未有任何一个信息系会讲紧呢样嘢。第二样嘢就系讲紧呢个姜涛系咪依家喺咁忙嘅情况之下就会出席伊人嘅演唱会咧？咁样咁，但系你问高登仔。出席一日可能有可能嘅，有可能嘅。但系你话边一日咧？嗱，恕高登仔费事讲。虽然我自己心里面都有啲盘算，但系唉费事啦。咪一阵又话呢、這个即系费事，我讲咗出嚟咧，就大家误会咗，系以为真系会系我日，因为呢啲真系估啊嘛，我都收唔到消息，系嘛？如果我收到消息，我就自然会同大家。在呢条频道度讲出嚟啦，但系老实讲，依家消息就肯定冇，亦都唔知道姜涛会出席边一日，系咪会出席都唔知道，咁所以咧就免即系费事咧就坐上呢啲黄牛党飞咧，咁所以我都唔特别估啦，老实讲。但系你问我嘅，咁即系当然系有可能啦，系咪先？以依家姜涛同埋呢个 E 人嘅关系咁好，咁啊有机会会出席，但系又另一方面、啊。系嘛？姜涛依家嗰个工作量咁大，系咪真系会出席到咧？都系成疑嘅。老实讲，咁啊，但系当然，即系我谂自己作为姜涛嚟讲，你话系咪真系咁讲啦？即系我哋当然都系希望可以睇到姜涛表演，但系老实讲一句，我哋系咪就系因为到依家嗱，今日第一场伊人演唱会啦？到今日都未有任何姜糖嘅消息，系咪值得？即系咪为咗即系未有啊姜糖出席边场演唱会嘅消息，系咪即系值得大家去为咗呢啲子虚乌有嘅网络传闻去扑阿伊人啲飞咧？嗱，即系老实讲一句，即系我收到料咧，就话 Hello 嗰边咧，你基本上咧都唔够飞要。嗱，老实讲一句，真系嘅，即系佢哋自己咧，有啲 Harris 想睇啊伊人演唱会啲飞咧，都买唔到。咁更加何况，如果万一，即系我咁讲啦，万一大家因为呢啲网络传闻啊，大家姜糖啊，因为呢啲网络传闻而去加入呢个抢飞行列。啊！即系助长呢个黄牛党嘅炒卖，咁到阵时就又系一轮咧炒风，甚至系咧就会俾人哋咧就话啦：，哇！你哋呢班姜糖
係嘛？為咗呢啲咁嘅子虛烏有，係嘛？呢啲咁嘅江湖傳聞，就去撲架伊人飛，跟住就同哈羅去搶飛，跟住咧入到場咧，即係老實講一句，即係我都知嘅，有啲姜糖有陣時都要怪我，即係我都要講事實，就話有啲姜糖咧真係咧。假設姜濤咧表演完真係去出席嗰個演唱會咧，譬如表演完嗰 part 咧，真係會起身走嘅。有啲姜糖，即係我亦都眼見唔少嚇、啊。老實講，我都唔係話，即係你知我都幫你不幫親咧。有啲姜糖真係咁樣做，咁其實我都已經係之前都一直都唔鼓勵咁樣做啦。即係我成日覺得，喂你姜糖，如果你真係去買藝人演唱會真係去睇嘅，咁我就麻煩大家。就我諗呢個係出於尊重啦，我起碼我自己覺得，你起碼真真正正係嘛，即係睇完人哋演唱會先好走咯。即係如果你哋譬如去到立曬嗰啲咁嘅應援牌係嘛，當姜濤出現嗰時開曬應援牌，跟住就話即係嗌曬口號咁樣，咁畢竟呢個係。啲人嘅演唱會嚟噶嘛？咁如果你立曬應援牌去，好跟住咧，姜濤出現完之後咧，跟住咧就走咯喎，即刻拉大隊走咯喎，即係將心比己啊！即係將心比己，係咪真係好核突先？老實講，真係好核突。即係你將心比己，譬如可能姜濤演唱會，我假設啦，我俾個極端啲嘅例子啦。如果姜濤開演唱會嗰陣時，会请 Anson Low 嚟啊，咁而啲神徒咧就唔知收到风咧，知道 Anson Low 咧会出席姜濤演唱会喺边一场喎、啊，啊，跟住咧就系咁上网咧去 bid 啲黄牛飞过嚟，跟住入到场咧就有一大班神徒喺度，跟住当阿 Anson Low 一出场嗰阵时候，举晒 Anson Low 啊啲应门牌出嚟，闪到粉红色咁样样。好，跟住 Anson Low 一出齐嚟就，走啦，冇嘢睇啦，走啦咁样样。咁作为姜糖，你哋嘅感受系咪好难受先？即系正如系咁啫嘛。即系譬如我都睇到啲姜糖喺啲姜糖 group 嗰度，都亦都有咁讲啦。佢话吓阿姜糖开会出席 Ian 个演唱会，系啦，两兄弟哥与弟关系咁好，咁啊一定出席啦。哎，唔得，我要扑边日边日啦。佢哋话边日边日啫喎，嗱，到到现时为止仲未有消息噶，我同大家讲啊。咁啊，跟住一扑边日边日，咁啊要去，咁啊准备啲应援牌啊，乜乜乜咁样好多嘢。咁啊，跟住甚至咧有啲姜糖就话啦，唉，即系到阵时我哋一睇完姜糖嗰 part 咧，我哋就走噶啦，咁样即系因为太夜，费事冇车。即有啲已經係咁講到咁噶啦，呢樣嘢咧，我自己作為姜糖咧，我自己係唔鼓勵咯，甚至係反對咯，因為如果咁樣咧，其實咧就真係會引起一啲，唉，即係我都唔識講，即係總之引起一啲衝突啦，只可以咁講啦，就千祈唔好咁樣做。咁即等于我自己都话奉劝 Howard 所边㗎嘛，即我话即你唔好理嗰啲黄牛党点做啦，即你知唔知啲黄牛党佢哋真係为咗赚钱㗎嘛，佢哋唔会理班 fans 嘅死活㗎，佢哋话知你死㗎，係咪先，话知你在场打交又好乜都好，佢哋唔会理，佢哋即纯粹在乎钱㗎嘛。咁所以即我都睇到呢啲傳聞咧，我都要出嚟澄清。即係我要澄清就話，第一樣嘢就係話真係冇確實嘅官方消息，就係講緊姜濤會出席定唔會出席，而唔係有啲 group 裡面講姜濤咧一定會出席，但係就唔知邊日。所以咧就成日水嗰啲姜糖就話咧你有機會就買曬七日，佢就啱啦咁樣樣。咁呢樣嘢好明顯，好明顯就係黃牛黨嘅陷阱嚟啦。咁即係之前都已經有 Sammy 嗰單嘢啦。我話俾你知，之前都有 Sammy 嗰單嘢，就係講緊佢會
话姜涛出席 Sammy 个演唱会，咁到到依家当然系假噶啦。我都可以斩钉截铁讲话姜涛点会出席 Sammy 演唱会咧？唔会噶嘛，啊，当然系假啦。咁啊，结果咧有好多姜糖中招啦，因为佢哋冇听姜仔个频道嘛，听姜仔嘅频道就唔会中招啦。吓，理论上如果佢有听齐晒我每日嘅片都好，咁啊。中咗招啦，系咪？有人甚至超过10,000人去买 Sammy 演唱会啦。嗱，今次黄牛党又重施故技咯，即系呢啲，即系我都即系只可以咁讲，真系巧唔怕巧，最紧要有人受。佢哋都一直就话，诶、哎，姜涛会出艺人嘅演唱会系边日边日啊，咁样样，咁啊，跟住喺饮水啲姜糖，喺啲姜糖 group 嗰度啊，我话俾你知，喺啲姜糖 group 嗰度。发啲消息出嚟啊！咁啊就喺度引啲姜糖去买啊！而且佢哋一言一语啊，就话系啊，我都收到消息啊！即系佢哋有啲姜糖谷噶，首先就揾个人出嚟话：喂，姜糖，俾姜糖们留意系嘛？姜涛咧就会出席艺人嘅演唱会咁样样，快啲入去场支持啊姜啊咁样样。咁啊！但系如果问佢边日，就话唔知啊。消息话可能系呢几日啦，咁样样。好，跟住就开始有啲做妹咧下面留言啦，啊，即系啲 group 嗰度，咁就话系啊，我都听到系边日边日啦，咁快啲，我都扑咗一张啊，咁样样。即系个操作就系咁咯。所以你问我会唔会因为呢啲咁嘅传闻去扑艺人嘅演唱会咧？嗱，我就冇买任何艺人演唱会飞。但系如果你话就算我嗱。除非佢官方公布啦，咁 Cubill 就公布咗阿姜涛就边一日退啦，系咪先？如果唔系咧，我当一切啊，我都可以斩钉截铁，当一切网络上面嘅对于姜涛讲话会出席阿伊人演唱会嘅所有消息，我都一概定之为假。O.K. 呢啲系纯粹黄牛党想再将自己嘅飞脱手之余赚一大笔嘅一啲方法同埋手段，系嘛？呢啲系屡次不爽，即系次次都系咁嘅，即系呢啲咁嘅操作，即系每一次都系即系有演唱会又好，有活动又好，卖飞，跟住就会有啲姜糖 group 喺度讲话，喂。姜涛会出席乜乜乜啊？边日会出席乜乜乜啊？咁样样嗱，我真系奉劝各位姜糖 group 嘅 group 主啊，即系当然唔系我15 group 嗰啲啦。如果你第一个 group 有人就话啦，喂，我全闻听到姜涛会出席艺人演唱会，乜乜乜，即系你都唔使等佢有人回应，你即 ban 都得啦。我话俾你知系黄牛党噶啦，已经我话俾你知，有即系已经系一定系黄牛党。跟住咧，其实你哋都可能唔使即 ban，你咪睇下下面有冇啲咩人和应啦。有啲人话系啊系啊，我听到消息啊，话姜涛喺边日边日啊会出席伊人嘅演唱会啊，我啲都即刻 ban 埋，全部都系黄牛党嚟啊！即系呢啲手法咧，真系太过常用啦。次次都系用啲咁嘅手法，次次都系，次次都有啲咁嘅呃人嘅嘢出嚟。喂，而且讲紧，你买飞嗰阵时咧，你帮衬黄牛党，仲有一个风险就话，喂，你可以俾咗钱，人哋会走佬喎，人哋系唔会真系俾张飞你喎，假噶喎，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喺呢一啲咁嘅层面上，即系我自己都奉劝大家姜糖就话，即系以后再有，即系唔系姜涛嘅演唱会嘅其他演唱会，成日话姜涛会出席边日啊，去边日嗰啲咧，我即系奉劝大家咧，真系我情况悭翻啲钱去买下 To C 罗啲产品，去买下月饼又好，乜都好，系嘛，就总好过系嘛，嘥啲钱去养活啲黄牛。啊！话啲黄牛赚到啲钱又唔会落姜涛袋嘅，你与其嘥啲咁嘅钱，你不如去帮衬姜涛嘅 To C 罗咯，系嘛？而且佢讲紧去人哋嘅演唱会，人哋姜涛都系做嘉宾啫，你又玩得唔尽兴，你又咁样，唔通你真系攞个水牌喺人哋嘅演唱会高佢咩？系嘛？咁样样会真系会即系打得交噶，我真系同大家讲，人哋会好好唔。
好覺得核突㗎咁樣，咁所以我就情我，你預期係係咪10000多咁樣去袋落黃牛個銀包度，你倒不如攞啲錢去買條絲毛啦，係咪？攞啲錢去做下應援好過啦，就係咁啦。好，今次娛樂嘅綜合新聞報導就係咁多，下一節翻嚟又得繼續。